对的呢，伊不哈爱的，但是我俺们等在考试不能说，阿不西咱们的来是不大。但同时还没等个现在原住民特考，像等在暂定，难得上等在也是中国143名。哎呀，那等下我俺们等在那那到那那边去，和俺们等在么那那湖南去，哎，那俺们等在原住民特考，俺们等在莫那是俺们等在就都要发现在一等之间在就职缺，因为他们每一只现在就熬死啊。即诶，现在单位是用家么？啥？他们等在用在现在，为了原住民，慢慢用等在，么什么就得现在有安尼哩啊？因为考前本的时候，为些专门等在，也是大家发那喏106年，因为原住民特考的他们等在，所以呢也现在做往过单诶无。但是把它东山买单诶，诶，他们等在也用过的143现在名额。啊，等于每当伊阿们登在，阿到那那边伊阿们登在后啊，因为人民特考的同学每当伊阿们登在，莫能是阿们登在就都要费心在一等职缺。这一次很难得的就是海巡署有一个8字等以上的职缺，就是秘书缺。那按照考试的相关规定，是8字等以上职缺是要报一等特考，必须取得博士学位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报名。因为人民特考我们等着，莫能是我们等着都要发现着一等职缺。啊，顶的等一户也想等着，但是有你只要需要记，阿莫是用等现在相关单位的原住民族，没有等的人民会也想等着，也是不得大家也犯了。阿富算等着，到你那现在就的相关单位的现在中央部会的原住民族地区，阿们的阿是莫得等一户，我们等着的每人在报道的现在人民会。海巡署的范围很广，很有些海巡署的相关部门是在原住民族地区，所以我们要求相关的中央各部会哦，如果只要有一些职缺在原住民族地区有出缺的时候报给我们，然后让原住民能够有机会到相关部门来服务。因为人民特考还有那么上面等在民国45年。和阿辉阿们等着，后啊，只是每等诶，也只只是专门等着，把我们在现在么时间等内面专门等着，我少呢阿们等着，永生难不将等着，公务员。但同时每等阿们等着，莫是阿们等着，都要发一等职缺，或者什么阿们等着做，别那样的阿们等着做博士的现在原住民，就阿们等着每秒的阿们得把，有没得师傅好把也要的你，阿爸也不是呢，便宜。